它可以用来免费对话2024年未来六个手册中的任意一个。稳了，全都稳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川原。今天的战场直击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？我这个雷啊，真的是把我震撼到了。没看到的小伙伴也别着急，川原给大家总结了本次战场直击的主要内容，别忘了点个三连关注哦，求求了。首先就是大家熟悉的五突节又回来了，我们依旧会有精彩的突节，全新的游戏内容，进一步的游戏优化，以及绝对少不了的各种福利。今年的突节是个热辣的音乐节，据说有新的音乐、新的小游戏、新的美女，还有炸裂的福利哦！首先是 CUDM 跟胡彦斌老师的合作。同时呢，本次的联动活动和专属道具奖励啊，也会同步上线。我在武器中加入了白金和老虎的元素。这些也只是开胃小菜，那么真正的爆料现在开始。首先是新联动，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这个应该不用我再多介绍了吧？它就是集美貌、才华及宠爱于一身的青铜。哇，好棒啊！那这次啊，青铜为了参加咱们突节，专门准备了呢新舞蹈、新服饰，青铜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卡车的好礼。然后就到了我们的福利环节，来了兄弟们。首先，不少战士在社区问受补双倍充值返利活动到底上不上呀？双倍终于要回来喽！6月28日，限时点阵商城已经再次开张。听说奖池里全是老货，青铜联动专属武器 DLQ33，有喜欢的朋友吗？上面还有铜虫子的美照哦。参与青铜 IP 联动活动和夺金比赛，即可获得限时点阵。这个夏天，女战士蔷薇刺客青龙重返战场。7月5日，战士们参与垒灯活动，即可在角色宝箱中获得它哦。你以为这个就完了吗？好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大家听好了。我们这一次将送出一个神奇的道具，它叫使命手册抵扣券，它可以用来免费兑换2024年未来六个手册中的任意一个。注意注意，是兑换整个手册里的所有东西哦。我操，牛逼！然后是游戏方面的调整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战士们击败敌人后会获得强化能力的机会，可以强化能力种类有很多，比如说。可以强化自身基础的能力，也可以强化反载具能力和载具能力等等。在自建房中上线了快速单枪模式，以后战士们就可以轻松的一键开房，轻松的一较高下了。同时呢，我们对模拟器高清版也会进行一个比较大的更新，为大厅和使命战场带来全新的 UI 界面。多人对战和地面战争将迎来新的地图 Collateral， 它源自于使命召唤黑色行动冷战。这张地图是基于阿尔及利亚沙漠中的一个石油探钻点设计的，其中自然的沙漠和风化岩石、原始的土墙断壁和现代的重工业建筑相互碰撞，给地图赋予了。然后变成大家心心念念的新皮肤以及皮肤返场了。份会上全新的新神话武器转盘，新枪型 BT50，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来，它是一个以日食、恒星和探索为主题设计的科幻皮肤。这个武器呢，它是一个封禁了恒星的容器。我们又将迎来全新的机甲系列的传说武器转盘。到了下一个神话角色，会是一个在全球范围里粉丝都很多的角色。那我们这次就把这个谜底揭晓一下，请看视频。神话角色幽灵，夏天会有哪些惊喜返场？首先呢是7月中属于少女前线二期联动回归。哇！此刻漫华和虚空坍缩两个转盘，以及异界重奏的幸运箱将再次返场。8月猎荒行动再开，染冰和光者白月葵又回来了。哇！太棒了！新的尝试就要来了，即将要迎来合作的是。历史是一群喵，在10月黄金周期间还会带来白夜极光的联动，我们准备做得更加深入一些。最后我再私自透露一个消息，有一张新地图，但是个惊喜，目前更多的还不能说。老王，你搞这么神秘干什么呀？那么大家猜猜是什么地图呢？
那么最后呢，老王也是回了关于联动方面的事情。CODM 是联动界的活阎王赛博成龙，联动的那些那个和我们合作对象，我们都可以一起转运，对吧？就变为联动界的小理想，对吧？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故，大家一起就是带来更多的，给互相的游戏带来更多的人气。对，这样的话，相信大家也发现了，现在联动的都是国产 IP， 至于为什么没有全球的 IP， 川云猜测多半是前两年动视卡脖子，给战区手游让路，但是现在爆死了。现在感觉动视应该不会再起什么幺蛾子了，不知道明年的联动会不会有大 IP 呢？这样的话，大 IP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，也是狠狠的期待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更多爆料还请关注川云哦。